哎，不开车，谁开车走啊？大老爷，关啤酒的。你，喂。哎你。我姓王啊。那开车到没嘞？不开车。来，先生，这快点。那我走喽，今天堂哥不是回家了，然后今天晚上叫咱们去吃饭。啊。他就是在外打工回家的。哎呀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要去介绍他吗？去看他买了啥好吃的耶，今晚又有酒喝了，要天天喝酒。走走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，宝宝快点去要糖吃，快点我们去吃糖去咯。看下面的鸭子，哇，全是我家的。走了宝宝，应该正在煮饭，你在做啥？哎呀！来，给我那样大点的，我就给拉了。哇，看这个腊肉！我做大的，把牛肉啊！哇，今年的腊肉！今年多少？今年堂哥家腌的腊肉，现在已经干差不多了。我是他妈叫啥？这个应该是好几千块钱。今年咱家我家没有腊肉吃呢，这个过年就有吃了。木块。咱这都方便了，吃的咱能解决了嘞。都白。啊。给他别人了，流川别人，哦，流川二，慢来，来我给你们糖吃，快点，金宝宝，来，你先说话嘞，给你们糖吃，糖在哪里？哇，糖在这里，看看，弄。高是牛肉，做一个牛肉火锅。再切点猪肉，做一个小炒吃。炒了一锅牛肉，哇！应该马上可以出锅了。嗯。这个，啊，来腊肉东西，你下班了？上班了。来炒这个红萝卜炒肉，也可以出锅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好了，还有一个汤，我们就可以吃饭了。那个不是爱的，对吧？对。啊，你们爱的没得人，买这个爱一生啊。说的挺好的。朋友给啊，都朋友给那都见，找粉那顶裤面裸了，那没随便拍视频。喂，你拍帅哥给？没随便拍，就在装，那就装汉生弟。就弄饭，就懒在那下了。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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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忙到那五点钟嘛。几个小伙伴都已经走了。然后喝了一个晚上的酒，也是挺醉的了。大宝、小宝他们都没有来，他们今天晚上也是去姐夫那边喝酒过来的，休息一下，姐夫要睡觉了。那么帅，喂，我们回家睡觉去啦。帮我喝酒来着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